到这个 Neon Rhapsody 的那个 exhibition Neon Artist 合作的一个 EL exhibition， 然后我们可以进来这里呢，来这里呢都可以看到一些他之前做的作品，这些都是他们之前做的一些黑红的作品。这个就是一个用那个作品它放大做一个特别的一个体验的一个细节，好像以前是比以前多了一点点，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多的。你看过一个新闻呢，那个霓虹灯师傅是阿伯去退休，又整这些整得很漂亮。是啊，他所以为什么现在香港呢是得回我想两三个师傅，那这个我朋友他叫Drive 啦，是九龙霓虹的创办人啦，是香港全香港最后生的一个。你看到那个 Phoenix 吗？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家去玩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很媚冲一点的一点的地方。我觉得新的香港的新的歌手会接那个 exhibition 的 artist 做的，真的哦，所以是特别的，是 customize 歌，对啊，甚至乎佢个光度，有啲系好，所以它摆出嚟好光，有啲似眼，同埋嗰个光个眼。之后我们最后的这个一个房间，就是他将来会做的一个真实的 exhibition。是关于海洋的，这个是一个 concept 的一个世界。哇，真好漂亮！这个几好啊。这个之后在后面这里就有一个 merchandise get shop， 你们可以尽情的购物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喜欢买东西，妈，买东西就在这里。非得一定要有 gift shop 啊！我想买东西。对面会这个可以卖的，可以卖的。啊，卖的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 follow 我们 RedDV 啊的 IG 也可以，还有我的 Design 的 IG 也可以。Oh, oh. Oh,